个人能力、团队能力、领导能力，这是我们都很需要的。钱姐跟我选的怎么样？打乱你了是不是？对，已经打乱了。个人能力、团队能力、领导能力，这是我们都很需要的。哇！结果在第二层到零进我了，根本是水陆两清。大家就分散点赞，然后保持重心低调。嘉良哥他非常的有领导能力，我这边在加急中啊，非常快，我出了。钱姐跟我选的怎么样？打乱你了是不是？对，已经打乱了。你可能以为你自己好像可以的。其实还有人，他是很强的。黄思瑜这边呢，激起了水花，也非常大部分是呢滑手跟拼水，而且他的肺活量还不错。请到的谷谷吕思伟非常的快。谷谷在早上的游泳让我非常的惊艳。哇，这个距离太呆了！不要怕，姐，但是我会去，我会去。对，接下来，我有漂亮救了一命，很不错哎。那你们两个领队有很多参考指标。我们的女生组有三个人突破了第一季方云的15秒99的记录。第一组的比赛开始了，第二曹佑宁，曹佑宁他是万元手，而且又是以速度见长。12位男选手有一半6个超越了杨奇煜的12秒93的记录。专业的来了，专业的来了，交给专业的吧。这是小垫步，这一次。42岁171公分73公斤台东人，他擅长的运动是跑步以及直远，特别是呢他跟林毅杰去跑超级马拉松了。其实小的时候也想当一个运动员，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觉得是允许我去运动的，那我是想挑战自己。在早上的游泳让我非常的惊艳。黄思瑜这边呢，激起了水花，也非常的大，不管是呢滑手跟拼水，很多在陆地上不是很快的选手，在泳池都特别的快。对，来，各位，预备。你目前提供的成绩哦，是燕柔中跑的最快哦。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，在第三个跑道的他也是最快的。在我们的女生组有三个人突破了第一季方云的15秒99的记录。各位，预备！好，这一组的比赛开始了。第二，曹佑宁，曹佑宁他是万元手，而且又是以速度见长。12位男选手有一半6个超越了杨奇煜的12秒93的记录。哦，我觉得刚好那个，我觉得蛮刚好的，因为那首歌本来就是在讲比赛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主场，然后刚刚好改了一个歌词，就是10倍的强壮，刚好一队10个人，刚好10个人加起来超过10个人的力量，我觉得蛮适合的。有重新讨论过，然后希望那个这个歌也可以帮大家打气加油，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振奋大家的士气。我觉得啊，姐，因为你知道第一季我对你的想法就是你是一个大前辈，所以我就把第一季的总冠军让给你了。OK。哇！那废话的小杰，对，学坏了。我还没讲完。Okay, okay. 对。啊，那这一季我就不会把你是前辈这个想法放在我心中。哇！然后我们就坐着瞧。好。张彤姐担任领队，果果是我们的队经理，蓝队的部分呢也是钱伟娟钱姐。
那么在这个对镜脸的部分，一样是孟杰为大家服务哦。剩下最后的五秒，哇！怎么办？我觉得好多人都好强哦，我看完更不知道怎么选。前几名的能力都，我觉得都蛮接近。我的状元跟你的状元会是同一个人哦？真的吗？